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捷达地产的 broker Freddy，非常高兴呢，又在2014年8月份的多伦多房地产系列讲座中呢，跟大家见面了。这次呢，跟大家呢介绍一个，在 Midtown 最新的项目，叫 The Eglinton。因为前一段时间呢，一直有网友呢打电话给我，说呢，之前呢有介绍过在 downtown 的适合投资的项目啊，在北约克适合投资的项目，那么同时在地铁沿线，在 downtown Midtown、Yonge 和 Eglinton 这个地区，适不适合投资呢？有没有好的项目呢？那这次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地区，也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啊。我觉得这个 The Eglinton 这个项目呢，是适合做投资的一个项目啊。我们之前呢有介绍过，衡量一个 condo project 是不是适合于投资呢？有三个主要的考虑：第一呢，发展商品牌；第二呢，location；第三呢，性价比。这三项呢都很好，那么就是适合投资。那么看一下这个项目 The Eglinton 啊，首先说它的发展商啊，这是加拿大的一个老牌发展商，叫 Menkes。Menkes 呢，在北约克中心，可以讲是 Menkes 的天下啊，因为这边这地标性的建筑，像这个 Empress Walk 啊、八号 Hillcrest 啊、18号 Hillcrest、35号 Empress、33号 Empress，直接通地铁的 Empress Walk 都是 Menkes 的建筑。4968、4978啊、31、35号 Bales 等等，都是 Menkes 在差不多15年之内建成了一栋一栋的 building。很多商业楼也是那么这两年呢，Menkes 不但是建了北约克地标性的，那么也是建了多伦多的一些地标性的，包括这个四季 residential 啊，还有我们前一段介绍的 Harbor Plaza 在滨湖区70层左右的啊，改变整个多伦多滨湖区风景的这样的地标性的建筑，所以它是一个呢连年获奖啊，非常有口碑。而且它的这个物业增值性很好，这样一个名牌的一个建筑商，再有这个 location，我们讲很多人问这 Eglinton Yonge 这个地区怎么样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地区啊。我们讲从 house 角度来讲啊，这个很有名的 Forest Hill，Champlain Estate，像这些地区嘞，房价嘞都是在差不多150万以上的这样的地区。都是在 Yonge 和 Eglinton 这个区域啊。你看，我们说这个 Mount Pleasant 这个 Yonge 以东，一个很老的 townhouse，那你看上去哇，这么老这 townhouse，也要80万以上，80-90万。所以整个这个区域呢，人的收入水平是非常高的啊。平均来讲呢，到家庭的收入呢，已经到了这个13万以上这个水平。比多伦多平均的水平呢要高40%，收入很好，周边的人收入很好，而且这个地区的很多人呢是属于，就是年轻的白领啊，都是在租房子住，在这边工作的这写字楼工作的人76%都是在租房子住，所以有大量的这种高大上的租客啊，收入高啊，教育水平高这样的这个租客。这个地区呢，就是很方便。为什么这么多租客嘞？这么高水准的租客嘞？因为它的这个 Walk Score 在93分，步行去这个 Loblaws 购物啊，去这个电影院呐、图书馆呐、去这些购物啊、商店呐等等就是步行5分钟之内都可以到达。乘车 Transit Score 就是乘车的方便程度，这个地方是100分地铁就在门口交通车就在门口。所以非常非常的方便。这个 The Eglinton 这个项目所在的地区，它学区它是一个学区房啊，这个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高中叫 North Toronto College，这个在多伦多非常排名靠前，很多人搬到这个地区就是冲着这个学校来，为了给子女一个很好的教育。所以 location 属于最好的 location 啊。我们说性价比。提到一个项目，你光有好的建筑商好的 location，价钱很高，那也不适合于投资，是吧？
那么这个项目我们看一下附近的这个楼花啊，说楼花呢，从09年开始才逐渐有一些楼花建起来啊。之前呢是一些 apartment building 啊，那么现在最新的这些楼花呢，我们说 e-condo 这是最出名的了啊，有差不多17有500-600个单位，93%已经卖掉了。那二期呢？发展商研究以后了，一看这个地区有很多非常质量高的这个租客，那二期我不卖给这个，不卖了，我全部二期我要建起来，我就是放出租。所以发展商都是很有信心哈，那何况我们投资客了哈。再有呢，像这个155是吧，Red Path 啊，21呢，像这些项目呢，这是都是新的楼花啊。已经都是有75%以上的，这已经卖掉了。平均的这个房价呢，这个对于楼花来讲是650到700之间。现房拿我们说呢是2181、2191这两栋是那很出名的啊，在 Eglinton 那边没有人不知道这两栋 Mintos，2005、2006年建起来的两栋。一室房呢，平均的是在呢差不多600到650块钱一室。出租呢，差不多一室房呢在1600上下，一加一呢是在1800、1900这个范围，两室房2000以上，而且它的 parking 啊是多伦多最高的租金了，250块钱一个月。那我们说 The Eglinton 这个项目在同样的这个地区，它的开价，当然它现在是属于Platinum，我们是属于 Platinum 最早的介入的 brokerage，那这个时候有很多的优惠，很多的价位上的。可以讲最早进入最早的最好的价格，现在呢看了一下嘞，550到580块钱一尺之间，是非常 reasonable 的啊。当然这也只是对多伦多不超过10家这个 platinum brokerage。那我们捷达地产很荣幸成为 Mankis platinum brokerage。所以呢，综合上面这讲的这几点呢，最好的建筑商，最好的 location。最好的性价比，所以我在这里讲呢，是眼下非常适合投资的一个项目。那如果您对这个 The Eglinton 这个项目有兴趣，那要马上联系我们，因为现在这个第一期在 Platinum Brokerage 这个 release 阶段呢，只有100多个单位 release 出来，发展商有很多的优惠的，不光是有优惠的价钱，还有一些优惠的条款，比方说这个自由转名啊。还有一些特别优惠的，比方说这个 builder 给加一个门呐、等等类似，他列了很多，我在这里呢就不一一列举。总之呢是最好的价位啊，最好的发展商和最好的地段。如果您有兴趣，马上联系我们捷达地产的agent，一定能帮到您。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继续分享。